喂，乔正，乔正会唔会太多呢边啊？好似嗰边多啲系嘛？个波唔系喺中间喎。三個都唔識打噶，好嘅，三個隊友都唔識打噶。佢龍門嗰個鬼妹仔，同埋一左一右兩個唔識防守，乜都唔識，得中間嗰個勉強識扭幾下波，扭下波。八號仔第一場咧，第一場比較多啲勁噶，第一場都係踢到打黃我知撲街啊！就又係新嘅，有新高冇，乜都冇。自己去到尾，去到尾射埋佢。加油啊！哇！咁都有可以用呢啲機影咧，連呢一個轉彎呢個控制台雲台咧都要靚先得嘅。哦，係啊，如果唔係會震得好緊要。Yolanda 多啲自己殺曬上去啦！係啊，出咗黃牌出嚟。
嘥曬啲力，又係咁樣瞓上去。有揾空位啊 ，Quinton！ 喂，帶上去先啦、啊，唔好嘥曬啲波啊！換翻個前鋒出嚟，呢個九號就係嗰陣時將軍澳寶翠，唯一一個入到波嘅女仔，呢個九號。呢場佢都入，頭先嗰場佢都似入兩球定一球。Yolanda， 叫佢交俾你啊，考爾空啊，考爾落啲，考爾跑落啲，唔係啊，上前上前啊，上前啊，嗰邊啊嗰邊啊，津津地遠嘅你啊。咁樣唔會失。津津繼續上。津津你要上啊！喂，真真，上啊！即係原本其實佢可以出啲細一年嘅，即係入讀細一年嘅2019啊，係第一年。喂 ，Yolanda， 啲波自己箍實佢，唔好俾。佢啊都係扎阿津津都係扎住只腳嚟踢啫，今日係啊，係踢完今日唔踢啊。琴日就係特登去物理治療師度叫佢幫手扎一扎。喂，繼續上啊，津津！哎呀，咁鬼遠就射嘅呢個。得呢個老師啊！Yolanda， 你斬上去啦！而家成班最好波應該左型，其他啲都四號啊？十四。唉，大鑊！開波，成日開波都係咁樣。其他啲都。Yolanda， 龍門球你幫佢斬啦！考爾佢斬你要走上前啊！考爾上前啊！佢斬俾你啊！再上啲！考爾再上啲，得啦，差唔多啦。唔夠力啊！都到喎。左腳嘅，哎呀，差少少啫。我諗住左腳食烏腳。跟住佢啊！你係咪要跟住佢啊？又俾人打親頭啦！元朗都係最強，元朗頭先簡直黐線，紫色嗰度。係啊，換咗件衫。Yolanda 用撞的方法踢高波啊！
用射波的方法射波。射佢。用射波的方法俾。褪後啲，褪後啲，得前，得前，後後後後後，再後再後再後，走咗。又俾人打身後啦，得前。哇！